欢迎收看《玩太霸太想运动》，自己的身材自己救。我是你的教练陈继伟。我要教大家三招，想要有漂亮的二头肌线条吗？第一种是直向的二头弯举，第二种是横向的二头弯举，第三种是搭配半蹲配合靠墙的二头弯举。第一招我们要教大家的是直向弯举，双手心朝向大腿外侧，手肘尽量不要外开，我们要保持夹紧的动作，轻轻的往上带起来，用力的时候保持吐气。第二招是横向的弯举，手掌心微微的朝向内，往上带的同时，手掌心慢慢的往自己的身体靠，再转下来，看手，慢慢的转向身体。以上的方式可以训练到你的二头肌的长头。第三招是靠墙的二头弯举，首先我们做一个半蹲的姿势。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，下背跟肩胛骨平贴地板。接下来是手肘，一样平贴地板。手肘可以微微的夹紧，双手掌可以微微的朝外一点点，做一个二头弯举的姿势。以上三种训练方式可以搭配二头肌的拮抗肌群，也就是我们的三头肌，达到一边训练一边放松的效果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